2010年日本音乐电视大奖颁奖典礼29号在东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举行。日本男子组合放浪兄弟继续了他们在音乐电视大奖上的征途，第三次成为三冠王，勇夺年度最佳音乐电视奖、年度最佳专辑奖和亚洲偶像奖，成为最大的赢家。最佳音乐电视女歌手奖由去年获得此奖的安室奈美惠蝉联。Best Video of the Year, winner は。日本男子组合放浪兄弟不仅斩获了分量最重的年度最佳音乐电视奖，还将年度最佳专辑奖和亚洲偶像奖收入囊中，成为日本音乐电视大奖史上首个连续三年夺三奖的音乐组合。日本著名歌手安室奈美惠继去年之后再次蝉联了最佳音乐电视女歌手奖。尽管她本人因为演唱会缺席了颁奖典礼，安室还是通过录像表达了自己的惊喜之情。本届日本音乐电视大奖一共颁出了15项大奖，表彰那些努力制作一流音乐电视的日本及国际歌手。最近在日本大受欢迎的韩国组合大爆炸扫走了最佳新晋艺人奖和最佳流行音乐电视奖，其成员权志龙还和日本歌手组合丰盛达共同分享了最佳合唱音乐电视奖。热烈的颁奖现场自然也少不了劲歌热舞，其中南非世界杯主题曲演唱者加拿大歌手克南与日本女歌手爱一起现场演唱了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旗开得胜》，将现场气氛带向了高潮。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流行音乐市场。日本音乐电视大奖从2002年开始举办，大部分奖项得主由歌迷投票产生。